都可能就是都得后院的。嗯，对，太值了，好开心呀！刷的快，太贵了，好厉害呀！哦，在那儿呢，那儿。像瓜一样长得。你看他眼珠子黑，眼睛好大。你的耳朵也是黑的，老头整个老头也是黑的，身上也是白的，老身上手也是黑的。妹妹，你上这儿来能看到他正脸。对，好，我在水看看。好丑。真香！还没有那个。哎。看那个眼睛，花粉，哎呦，哎，这些。看到没有？有小熊猫，大熊猫，袁一。大刚家那个小熊猫，它刚养回来就哭了。那肯定是他妈妈，那是他宝宝。这咋的了？这咋比较？看看看看看看，看你看，这小腿儿看到了，看，还爬上那个平台。哎，它熊呢？嗯。你看小熊猫爬上去了，你看小短腿儿。嗯。爬上去了，没看见。为什么不让就不让？对对对，要这个小熊猫的，躺在休息。相机在哪儿？这是一个打底。我要拿相机去搞。啊，相机。没带，没有水底。啊，底下你拿。你看，哎哎，过来看，你看那个树上，这是啥？拿开点，你把它。下来，手机把它拿开。哦，不就是。不要了，就按中间。啊啊，对。我就是拆迁，他们就是那种。他们建的洞，你别扯我的洞。到了八。